所以说这种闲来无事吼、哦，妄想就浮现了。人类吼、哦，总要找一个依靠。是啊是啊。对不对？有善根的人找佛法做依靠。是啊是啊。没有善根的话，找五欲六尘吃喝嫖赌啊。是是是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个依靠下去的话，就陷阱。陷阱。对。死定了。所以吼、哦，你们两个啊、哦，像小哥啊小谢，你不要说赚很多钱。你这样乖乖的听师父的话，待在身边就赚了1000多万了。对啊，无价之宝。不是啊，啊就没有输啊。没有输啊，对对对对。对不对？乖乖的在师父身旁啊。对不对？你乖乖的在师父身旁，那你就赚了1000多万啊。因为那种事情你不会去做啊。对。观念正确啊，因为那个下去不得了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小谢，你今天问的那个问题，在事项上，如梦幻泡影的业因、业缘、业果，在众生来讲，它就像真的一样。对对，像真的。你逃不掉的。是。哎，不能用圣果来讲凡夫，不能用凡夫来讲圣果，是不是啊？这圣果有圣果的，哎，那种功夫境界啊，凡夫没有办法。这董欠1000多万来，人家要他命啊。对对，你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啊！你别说如梦幻泡影，人家要砍呐、啊，拿那个刀子要来砍人呢、啊。那个时候就不是用理论如梦幻泡影来形容了，是不是？传不出来，现在很顶啊。对呀、啊，要砍了。